你给我出来，给你看个宝贝。哎呦，爸，你又买啥宝贝了？在哪儿买的？多少钱呢？地摊上买的，50。50块钱我就不看了。啊？50块钱能有啥宝贝呀？你说，这是个漏，啊，还是个漏的？什么就是个漏的？捡漏，明白不？捡漏。哎呦，爸，你那意思你捡了漏了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它要真是那个漏，至少值50万。哎呦，我天哪，50块钱值50万，你做梦娶媳妇呢？又做梦娶媳妇了？入洞房了呀？不但入洞房了啊，我把盖头都揭开了啊，娶的还是你。哎呀妈呀，把我哭的。没正事，妈。是这么回事，爸呀，从地摊上50块钱买这么一个罐子，啊，说是捡了个漏，说值50万呢。是吗？来来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你看看吧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罐子要在那日杂商店也就值10块钱，你跑地摊花50，你是钱多骚的。你懂不懂什么叫收藏文化？这是漏。我看你脑袋漏了。哎，别说，也白瞎不了哈。正好我腌蒜，搁他装大蒜去。那是装大蒜。爸，来来来，你说这个老太太，这是文化呀！我跟你说，爸，就你买的这罐子，也就是腌个甜蒜。你不喜欢这个吗？你过生日的时候，我给你买个真的。咱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，我要骗你，我管你叫爸爸。哎呀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媳妇儿啊，怀里抱了个什么玩意儿？啊。刚才我在街上碰着大秦哥了，他刚花2万块钱买了个宝贝，说让我先拿咱家来，他一会儿过来取。那我就把他放这儿了啊。你俩别给人瞎动啊！人家说了，这是宝贝，还挺贵，然后还易碎，别动啊。2万呢？啊？宝贝，还易碎？我的天哪！大秦的是不是？大秦的。这大秦可爱鼓捣点什么古董古玩什么的。对呀、啊，他倒腾。上回他拿咱家那碗啊，青花瓷。是。是个啥宝贝呢？哎，外人的东西搁咱家放会儿，动手好吗？不好。2万是吧？2万。这怎么还易碎呢？哎，爸。外人的东西人家搁咱家你动好吗？不是，这我是说外人东西咱动不好啊。关键大秦子我没拿他当过外人啊。我爸这句话还提醒我了，我一直把大秦当我们家亲戚，我一直拿他当我的侄子，我一直拿他当我孙子。我给你个大波溜子。没有，我是说大秦啊，跟咱们一家人一样。那一家人东西看看怕啥的？就咱就看看呗，那还有啥？别给我放哪来？不是，您俩加一块有200岁了没啊？啊，这么有好奇心呢？我不告诉你别动吗？我都抱着走一道了，我那么好奇，我都没动呢，是不是得我先看看呢？对对对，一块看一块。哎呀，哎。哎，顺风，哎，你这么看，眼熟不？我怎么好像刚刚看见过呢？你别动啊，别动，谁也别动啊！什么情况啊？哎，这太奇怪了。哎呀，这老太太手真欠，说腌蒜腌蒜，这么会儿把蒜都放里了，你这玩意儿。哎，这老太太，哎，你看看来。爸。哎，不是，来，你撂着撂着。你搁哪儿买的？一样不？一模一样的不？哎呀。哎呦，这太奇怪了！你看这俩罐子，你看这造型，哎呀，你看这款儿，这全都一模一样的。你看，对呀。哎呀，你说这东西，大秦说的那多少钱买的？他说他花2万呢。哎呦，我天哪！哎，爸！哎呀，你咋的了？是不是心脏不得劲啊？不是，惊喜。啥惊喜？我肯定是捡着漏了。啊？我捡着漏了。快拉倒吧，爸！哎呀，这充分证明你买的那个玩意儿是个假的。这怎么能是假的呢？人家大秦2万块钱买的，人家那肯定是真的。你这50能肯定假的。你根本就不懂捡漏这个东西，它不能拿价钱衡量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他俩，高矮、胖瘦、粗细，哪个是大秦的呀？哪个是你的呀？
鼓去吧，鼓去吧，让你俩鼓去，整乱了吗？那一会儿大秦哥来了，我给人哪个呀？一个五十，一个两万呢？你数了谁呢你啊？不，你手贱吗？你非给人打开呀、啊？我不打开，你俩不也打开了吗？你就不应该抱回来。哎呀，媳妇儿，你怎么那么好奇呢？我好奇不随我爸吗？你妈生你，我对她意见大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可咋？谁呀？我。快快，那个大秦哥，你等会儿我换上拖鞋。这可怎么整？给人哪个？快点的。给他这个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不对，这不是这个。这个。等会儿，不是，这拿的到底有谱没有啊？我不知道是哪个呀、啊。那个就这个吧。啊，反正都长一样。哎，那个来了，大秦哥。藏起来。哎呀，大秦哥，这么着急呢？你没穿拖鞋啊？这个不重要了。你这么着急呀？是不是两万块钱买的吗？早上下家了，到时候人给我这个。那你这钱不都挣飞了吗？干啥呢？那个学习呢。有啥好玩的？等我卖完了货，完了回来跟我说啊！必须的，大秦哥、啊，祝你生意兴隆啊，一路走好！哎呀，一路走好，大秦哥！哎呀，我说你，人都走了，干啥呢？走了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爸，爸，我走了，寻思啥呢？哎，爸。俩罐子啊，一模一样啊，拿错了怎么办？拿错了咱沾光了，人家那个两万，咱这五十。你是不是还在钱眼里趴着呢？怎么的了？人家那是两万的啊，咱那个五十啊。如果刚才大秦拿走那个是五十的，留在这个是两万的，咱怎么跟大秦交代？对呀，你对啥对呀？你怎么这么好奇呢？好奇害死大象，你知道不？这个时候就别追究我的责任了。关键是这个到底是五十的还是两万的呀？哎呀，我坛子哪去了？你说我回头推醋坛子功夫，坛子没了，多影响我做算。等会儿，妈啊，你刚才说你装蒜来着？可不是咋的呢，我装半烙蒜呢，完这坛子就没了，这不直接影响我装蒜吗？你，哎呀，我的妈妈呀，你装蒜装得太好了。哎呀，你说妈装啥装的不好？哎，等会儿妈，等会儿。那个爸，我妈说她刚才往里边装蒜了，你懂？不，你那意思我没关键，这蒜拿出来多长时间？那谁还能闻出来呀？别人不好使。但我们家钱顺风是可以的。爸，我跟你说啊，有一回钱顺风带我去看那篮球比赛去了，那现场得有一万多人呢。对，我就隐隐约约闻着有一股大蒜味儿，这个闹挺。说谁吃蒜了？他当时就说那个，就那个裁判，就那裁判。不是，你说你养的姑娘能不能扒瞎啊？那球场那么大，她能闻出谁吃蒜了？是呢，我当时也怀疑啊。但是你姑娘好信儿啊。散场之后，我就走到那个裁判跟前，我就这么一闻，就是这个味儿。所以钱顺风，发挥你特长的时候到了。好的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玩秀。告诉我你的答案。没闻出来。你怎么没闻出来？这不白费劲吗？爸呀，不是你们这干啥呢？把我都照蒙圈了。我没闻出来，说明这个是两万的，五十那个拿走了。哎呀，造梦了！怎么跟人大秦子说？妈呀！我跟你说 是这么回事儿。我爸五十块钱不是买了个罐子吗？对呀。人家大秦两万买了个罐子，刚才呀、人家搁咱家了。刚才取的时候取错了，人家把五十的取走了，这是个两万的。他不是指定拿走一个吗？我管他五十两万的，我拿这个装蒜。你别动，你这弄碎了，我的奶奶！不是，这是人家大秦子的呀，这老贵了。一会儿人回来找咱，怎么跟人家说呀？这有啥没法说的？就实话实说。哎，妈，可不能实话实说。
人家大秦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存在咱们家，多信任咱家呀！咱现在给这个私自给人打开了，你说大秦哥要是回来可咋整啊？你说谁呀？我开门。妈呀，真来了！坏了，那个等一会儿我换下拖鞋。赶紧把藏起来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哎呀，这把我的鞋。哎呀，大秦哥，你说你怎么又回？哎呀，大秦呐！哎妈妈妈妈，你稍等一会儿，那个他脑子慢，不一定明白呢。啊。大秦子，你听我跟你别跟我说话。那个大秦，你是不是发现点啥事儿了？对呀。你说呢？你说呢？你说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秦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对，你故不故意，那也不能那么说话呀。没有。啥？我说啥了？说的啥呀？一路走好。啊？多瘆人呢！你说，哎呀，大秦，他这个一路走好的意思，那这一路走好的是给活人说的吗？我搁楼道等半天，我没敢出去。这不是说说你姑子啥玩意儿？咋教育孩子的？我教育，这一路走好。哎呀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是那个我教育他二平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跟你大秦哥说话，你得注点意。对。再有一，你跟人分手的时候，能说让人家一路走好吗？多不好听啊！那是跟活人说的话吗？这就是。以后你再跟你大秦哥分手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这么说啊！来世再见。哎。啊。这话我愿意听啊，领导市场见不来再见，这就爱听了。对，你跟你这犯多大错误啊？对不对？我跟你说啊，你一会儿啊，想办法，想办法把他放了。啊，听见没有？明白了。啊，那个大秦哥，那个对不起啊，那个妈，你说早了啊。对，别说了。那个大秦哥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说一路走好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咱俩就来世再见呢。那中，一路走好太吓人了，行了。哎，对了对了对了，大秦哥啊，那个，你出去你拿他干啥呀？说好了给人送货去嘛，卖出去了。啊，那你是开车去还是走去呀？不是取车呢吗？那个，那个，你开车去行。完了你想想啊，你取完车完了，你是不是还得路过俺家呀？完到时候你再来取呗。你这一道你这大个子，我的妈，叮咚撞哪碎了怎么办呢？对对对，是这样。我媳妇说的对。对，先搁这儿吧。对，是哈。对了嘛，啊行。哎好，哎取车。对啊，哎取车去啊。行，一会来世再见。来世再见。好，快换过来，快快点，再一次搞定了。我告诉你，别让人看出来啊！就这个，带着谁呢？干啥玩意儿的？干啥呢？大秦啊，大秦不讲究啊，咱刚才定好的来世再见。你回来的有点快。那我都看着了，说啥呀？我这俩眼是鸡眼吗？啊，我看着没？不是不是，大秦哥，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。看的都不是真的了，对，看的都不是真的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到底是老范家还是到了东北国黑事儿了？我告诉你，大秦啊，你可不能侮辱我们家的家风。不是，那啥，哎，大秦呐，那个婶儿说句话，你能信不？看你说啥。哎哎，你看，看着没？对，这俩罐子。啊，你买一个，你叔买一个，对，没成想他俩一模一样，搁一块这么一倒腾，分不出哪个是你的了。谁啊？啊，我都快40了，你拿我当3岁孩子呢？啊，这玩意儿他有什么就分不出来的？这是有一个是我的，是你们，对不对？我的是吧？你们的，我的，对不对？这有什么？他就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个，哪个是我的？不是，大秦呐，你买的那个可是20000呐，你不知道哪个是你的？对呀，好好想想，你想想，我想什么？你们不是看出来了吗？啊，你们知道啊？你刚才是我老公闻出来的，赶紧闻呐，还闻呐？钱淑芳，汪，秀，上。闻出来没？快说，告诉我你的答案。没闻出来啊！哎呀，我跟你们说实话吧，我这两天鼻炎，我鼻子不透气儿，我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啊，你这闻不出来。我刚才我也没闻出来。你干
刚才那边也没准呗。我刚才也说没闻出来吗？我钱顺风，我现在我想捏死你。我不是你，你怎么老在我需要你的时候掉链子？等会儿，妈。哎，咱家晚上是不是吃韭菜馅的盒子？对呀，你咋知道的呢？你是不是在厨房和韭菜馅了？哎呀，你这不是又好了吗？这鼻子，刚才我媳妇一捏我一拘灵，鼻子透气儿了呢。哎呀，那我知道你现在刺激呀！哎，上班。行了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，这个装过蒜。我这是我的，你可拿好啊！这是这两万的，这是你的两万的呀。对对对。哎呀，啊，可难好了啊！是啊，哎呀，大秦今天对不起了啊！下回可不能啊！对你们这么信任，把东西放在你们家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不能就人没带就随便拿东西，是是，倒倒造成误会多不好啊！对不起，行了，实在亲切我也不生气啊！对不起啊，对，过来，哎，来次再见。是我的事儿，什么整啊？这钱都拿人给人送货呢！哎呀，大叔，大叔，大叔，这不是我，这是假的呀！这是个假的，我知道，真的假的一样卖，没事。哎，什么叫真的假的一样卖呀？对呀，你那不是两万买的吗？两万买的呀！嘘，怎么的了？谁拿两万买他？脑袋不大吗？那个五十啊。你那也是假的呀？那你卖给人家，要，不是五十吗？我给你六十。你拉倒吧，六十，那就六百。你再添点吧，六千。钱顺风，给六千了，卖不卖呀？爸，你拿主意，卖还是不卖？范叔，你还给我？你别动手，我卖你。哎呀，你不是有钱，你砸它干啥呀？这挺好的玩意儿。砸它干啥？省得你拿出去骗钱。那个碎了，这个也碎了，消费者就平安了，这就叫岁岁平安。你说沾不上，你说这哪是钱了？你咋给人混？哎呀，你家人啊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你说，我咋整啊？咋整啊？来世再见。